欢乐文心组成的小分队妈妈木 Plus 即将带着新单曲回归，让粉丝们都相当期待。近日官方上传一支影片，究竟两人是否能实现意见统一？只见在其中一题，两人要在可乐和雪碧当中做选择。身为雪碧派的宋乐就控诉他们总是活在可乐派的阴影之下，无奈表示即使他们想喝雪碧，有时候还是会说喝可乐吧，因为可乐派太强势了。结果秒被可乐派的文心吐槽，才怪你都喝雪碧，姐姐什么时候喝过可乐了？而宋乐之后还更加激动说道：“我们雪碧派为什么要畏畏缩缩的？雪碧有什么不好的？就说你要雪碧就好了。”还向全世界的雪碧派们喊话：“加油好吗？要大家勇敢做自己。”让一旁的文心整个笑翻，粉丝们看到后也觉得两人超级可爱啊。